情包容，这是台湾人民关怀人类心要你，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笑，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笑。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一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今天2021年8月5日，又是我们天下事啊！今天我特地要为各位弟子、贤士等来禅解维新圣教之禅境，维新四教圣教之禅的境界啊，风水学。风水学啊，表面是风水，它的内涵真禅就是禅学。风与水它的个体存在的它的最高境界啊，若是风水学你悟了，那即是生活，生活即风水，禅学即是风水。所以我们悟了这一点啊，我们会哈哈大笑，原来身边所呼吸到的，所看到的，所感触到的，所想到的啊，都是禅境禅学啊。有如我们看到一栋房子，房子虽然不动，但是住进去了啊，人会不安啊，身体也不好，心情乱得不得了啊，这即是禅境禅的境界。没有办法如法的风水学啊，你住进去了绝对心安不了。哎，尤其我们建设公司啊，设计师、建筑师，你所设计出来的产品作品，外面看得很豪华，但是人进去了啊，会感觉头晕晕，心里混乱，说不出所以然来，那就是禅境的失衡失调啊。我常常到各地为人看住家风水啊，好不好，一进去我们就会感觉啊，从眼睛所看到的屋外屋内会直接反射到我们人的脑海，转入心田。还有的你会感觉说不出来的麻烦会很多
前一段时间，我到某一位同修的家去看他的家人工厂一起看结果踏进去突然间有一股冷风出来，那个身体的感觉，那个禅境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直接感触到我，反映到我们的身体，我们五脏六腑，反映到我们的头脑，我们就会感觉到他的住家他的格局布置错了。再向外看自己呼吸系统也乱起来了，那就是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卦位错了。所以我拿起罗盘往屋外量出去结果是天地不交，火坑就阴阳不交，住的人说不出所以然来的感觉一直要发脾气，所以主人家夫妻耶开始就有点口角起来了。我跟他说，就是你们的风水方向错了八卦里面的其中一个方位就天元地元跨在天地之间，所以就是天地不交，就是火坑，心烦气躁就我们又正道了。所以我们维新弟子要帮我们规划设计住家或工厂八卦的方位，天地人三才的兼相要兼好，若是你兼错了，那就天地不交住的人会鸡犬不宁，这是一定的法则又到他的厨房看一下厨房呢一种感觉，呼吸好像有点不顺，所以心会很烦，个性会很浮躁这是一定的因为燥味配合屋相，屋相天地不交燥味燥口也就天地不交了，就是火坑，灶位喷出来的火变成乱流电波和磁场充满了家里，所以家里大大小小的脾气坏得很，孩子没有两下就开始吵架了，这即是风水的禅境
各位微信前世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世间的一切万生万物，它的调和与不调和都是常见，所以调和即是常见，常见有有吉和凶，凶者就是逆逆气，吉者是顺气，也就等于是太极的一阴一阳，所以世间的事情都有阴和阳，都有顺和逆。顺境住的人心情开朗，逆境的气流住了心烦气躁，百事不顺。所以我才想到我71年一场大病，一个因缘经过朋友介绍，我去心灵台湾祖师他的宫庙观世音菩萨讲了很多很多，到最后叫我要修禅境，修禅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也要学佛学佛学习调和有智慧者，要学佛，学佛有智慧的人，所以通通都统称为佛有智慧的人都是称为佛世间的智慧名相就是佛世间的智慧最高境界的表达方式就是学佛悟了道。当时因为我病很严重悟不出来观世音菩萨所开示的禅境和学佛，等到我病好了之后一边走一边修一边悟，才领悟到佛法是智慧调和法则，佛法大自然的调和法则叫做佛法，道法调和的顺逆叫做道法。终于我悟了，所以我就很在意风水学对人和社会和家庭的因缘关系，所以我常常对各位微信弟子勉励要学佛，学习有智慧的人
要参禅，要去悟，禅就是悟，要去悟宇宙的调和法则，阴阳顺逆来去，上下吉凶有无啊等等的三十六对因缘法，那就是禅学禅境啊。所以我悟了，我才这么多年，四十年来我一直围绕在风水学，大地风水，大自然的风水，住家、工厂、办公大楼、办公厅的风水法则，啊，一一的对社会吉凶祸福都有强烈的对比，所以我就鼓励我的弟子王景潭他在做建设公司董事长在盖房子给人家住，我说你一定要设计好，要盖好，要风水如法的当有缘的人进入你的建筑物会心平气和，充满的欢喜，说不出来的欢喜感觉，那你就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家、设计家、建筑师这是佛学的最高境界，有智慧者的最高境界调和法则的最高境界了。所以很高兴的这几十年来从来不会离开我，而自己实时的建设都坚持的风水学的调和法则这几年难怪他的建筑事业非常的鼎盛。我常常告诉他不必盖多，你盖一间好的房子给人住，你的功德无量住的那一间里面会出生好的下一代利益社会，那你的功德就无量了咧。不要看得那么近不要像一般做建筑的每天眼睛睁大大的就是要钱钱钱不管风水的禅境调和法则一意的孤行，到最后来受灾殃的是买房子的，是社会的损失也是从事建筑业的人，他的福报受到很大很大的考验和伤害呀。禅机山维新圣经，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所望善知识，禅的道理我们儒家的思想智慧我们读书也都读过了，禅就是静，要定思虑得，就是心安自在这个禅静心安自在
还一个房子空气顺畅了，进去住，搬进来住，充满着欢喜，充满着喜悦。所以我们搬到这栋房子来，就会很安静，心情会安静，头脑会安静，然后定，就不会患得患失，不会变来变去，定，思，我们的思想就会很宽广，面面会俱到，所计划的事情都会周到。虑，就会过滤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自然就会脑海里面、心里面，你会有所过滤，得嘞，你所要的甜的果、美的果，然后就心安住在，心安住在。所以人在世间上，无论在任何空间，都要心安住在。各位同修，你们在家，十方善诸事，你们在家，做的，能够的安静下来，心静下来，头脑的思维方向很正确，吉凶祸福了了分明，你所得到的果，有形的果，无形的果，有形的果，你计划的一切事情会成功，那无形的果，心就很静下来，心很安，你的心安，自己可以感觉，别人感觉不到，别人只是从外表来看我们，的一言一行，这心安自在，这即是我们来到世间上，最高的境界的果。所以凡事，我们做事都要问心无愧，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所以这个即是禅的境界。禅的境界不深也不浅，恰恰好。所以我们唯心圣教的禅境，就从风水学这个法门，从易经的法门，我们来研究，来探讨。所以王禅老祖时时开示我们，你要注意你身边的一切万生万物的调和法则，它的变与化，变出是什么，化出是什么，变，这是变，这是化，变化万千，变，这个有形的物质，
位移。幻，无形的光能量。所以太极一阴一阳就变化万千啊，我们身边这个就是人生的轨迹，你走到这里光明有多少黑暗就有多少，啊，这里光明很少黑暗就多了，这是相对论对待论，啊，这个即是禅。啊，所以，啊，我们社会上有好多文派，啊，一直说，哎呀，啊，他的禅学一坐下来，可以到很远的地方。有什么特异神通力来改变啊某某事情啊，讲的非常的神奇，天花乱坠啊。回想到民国78年办道宣佛寺啊，有一位男信众啊，他在某一个法门啊，他的师父禅学大师啊，当代的禅学大师说要我去参加他们的共修，可以悟到很多。我说谢了，我的悟是环境里面的悟啊，我没有办法啊，与你们一样，可以去会飞檐走壁，啊，会有什么神通，我都没有。我的神通，啊，是有，就是风水学，让大家住得平安。啊，要投资，好不好？我用易经就可以了了分明，吉凶祸福。我讲了，他回去向他的师父报告，他师父说：“哎呀，这个某某人不懂啊。”啊，过了第二年，啊，这一位弟子回来了，满脸的愁眉苦脸，说他被师父啊骗了好几百万，啊，所有的同修骗了好几百万去投资。什么神通力可以让股票啊，让股市大涨，所以大家没有智慧就把家当财产变卖了啊，拿去投资，到最后扑过空，那就上当了，那不是惨，真是惨，惨状惨兮兮的惨啊，各位要注意。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禅学啊，在本法门啊，我把它用在本法门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所以禅就易道天机，易道，你光明越多，黑暗就越少；光明越少，黑暗就越多。啊，你懂得越多，懂得越多。烦恼越少，懂得越少，你的烦恼就越多。
啊，这即是禅境哎，啊，即是一道天机啊，很简单。可惜，我们把它复杂化了。稍有要各位微信弟子，好好把易经修好，把风水学学好，为自己的环境建设一处适合自己居住的环境，那你的光明就越多。啊，你的禅境越加的光明。啊，若是违背风水学的法则，啊，我们的幸福就越少，烦恼就越多。啊，这即是一道天机啊。所以我欢迎社会大众啊，大家一起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呢。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大家学易经。啊，公司客户无欺心，就不会骗来骗去。啊，我不懂得因果，不知因易经的道理，往往所做的事情，无形中会骗到别人，相对的，啊，直接骗到自己。将自己的福报全部摸黑了，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了。修行修正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啊，然后依照八正道的法则。啊，用在生活上，啊，这即是修行哎。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我们很多信众大德，家庭不圆满，啊，大人小孩不圆满，啊，造成家庭的悲剧。啊，父母的悲剧啊，带到孩子身上来，所以社会上有很多啊家庭的苦厄，说也说不清，理也理不完啊，所以文法门啊，就是有缘的人认清自己。认识自己的福报，啊，认清自己有多少福报，啊，有多少罪业，啊，这个都是自我要检讨、要反省的，啊，所以家庭圆满一条心，我才一直积极在台湾各地。开课，各乡镇开班授课，啊，欢迎各界，你们到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在各地都有成立教室来学习，啊，易经之禅的境界，这样的话。你的幸福，你的光明，也是我的幸福和光明哎。所以王禅老祖
啊，八卦真言、八句真言，道破人世间的冷暖。所以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社会上越多的人平安，社会上越和谐。啊，难怪71年，我一场大病，啊，在玉皇大帝啊座前发愿，若是我的身体能好了，重生起来了，我一定会努力啊，为天下太平的事情来努力。果然我的病好了，所以到今年已经40年了。40年，我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啊来修行，目标就天下太平，家家户户平安，人人事业平安，天下就太平嘛。走了40年了，40年的岁月，累积了多少人生的酸甜苦辣涩，看尽、看透世间众生酸甜苦辣涩，啊，它的因、缘、果、报，啊，所以我才极力在台湾，啊，各地开初级班、先修班、正题班，啊，一学就是要24年才有毕业，啊，有的人跟我说：“师傅啊，24年那么久嘞，大学到博士最多10年就很久了，啊，你的怎么有熬24年？”我是终身学习。啊，这牵涉到未来生、未来际，啊，这人生和谐，啊，所以本为先圣教，啊，创立了易经大学，啊，这教育体制是永恒性的，是宽广性的，是知音以及知国，防范蔚然的最高学术境界易经大学啊。所以我也欢迎各界善信大德啊，介绍你们的家人或是亲朋好友来参与我们各地的班啊，这个易经大学啊的道场的授课，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维新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死亡散知识，啊，本维新圣教的教义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三合融为一炉，啊，统称为禅的最高境界。啊，你要做一件事情，啊，吉凶、好坏、赚或是赔，你开始就可以用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之学来占卜，你就可以了解到因、缘、果，到最后的报，了了分明哎。啊，所以在4年前，一个因缘教育部的处长，啊，到彰师大啊，为博士上课，
我也去了，和这个这一位处长见面，跟我说，问我，大学已经够多了，你为什么又要成立一间大学？现在孩子都一直少了，你要成立大学怎么办？ 哪里招学生？我笑一笑的跟处长报告，我的学校学生是终身学习，没有少子化的问题，只有老子化。社会上现在牢狱所关的很多都是。 大学博士以上，国家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精英，结果在社会上，不知因缘果报，凭着自己的思想，筹资。 将家里爸爸妈妈的财产都卖光了，去投资，没有两下就败了，到最后来官司缠身，到最后去吃牢狱之饭，是国家的损失耶，家庭的损失，那是个人，但是。 影响到国家社会的损失啊！这个国家不愿意开着学校，我来开，我来办。只要有缘的人来学习易经风水，你可以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 所以我们维新易经大学，我们所有的所教所学的课，都是相对待论，是禅的最高境界。禅的最高境界是国家社会定太平啊。 这位处长，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所见、所证、所悟社会的坏现象。国家社会教育单位没有拿出良心。 和远见来办好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当然所培养出来，常常会很多进入牢狱之灾了，这是国家的损失耶，社会的损失，家庭的损失，也是个人。 来世间上走一趟的损失，所以我决定要办好易经大学，原因在这里。所以今年2月1号，教育部允许我们，成立了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开始招生。 我们的易经大学，联合国终身学习教育体制，终身学习的教育体制，我们易经大学，由教育部和内政部，由内政部，宗教研修机构，易经大学，我们也。
办了二三十年，现在已经有28届的学员、学生，啊，这个都是我们美国人是站在修行的力量和本分，我们应该做的、应该推广的，所以欢迎社会大众为了避免走上一条烦恼的路，而能够走上光明幸福的路，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要好好记住用在生活上，也欢迎各界来参加我们易经大学各地的初级班、正级班，啊，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福报，也是我们个人的福报，也是修行谈的最高境界。所以风水学、禅境啊，就是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啊！希望各位社会大众，希望善知识，我们的各位同修，好好把易经修好、学好，做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谷先师五路。